两位好，第一次见面略备薄礼，请二位收下。我跟米切尔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也是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也请二位理解一下。哦，我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呢现在在互联网公司工作，一个月工资6000，在市区有套房子，2室1厅，还有一张车，买了1年多了，没有贷款。我会对米切尔好的，我也会把二位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来对待，也请二位能够相信我。二位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对天发誓的。哎，你不用这么夸张啊。要的，我朱小明对天发誓，我这辈子一心一意对米切尔好，绝对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。也请二位给我们做个见证，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任凭二位发落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，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？妈妈，这个叔叔好搞笑呀，要不就他吧。我绝对没有在搞笑，我是很认真的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，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请二位多多批评。既然二位都同意的话，明天我就安排二位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吃个饭，大家在一起见个面，好好聊聊。我跟米切尔的婚姻大事就交给各位了。这个叔叔好搞笑啊。米切尔，我真的没有在搞笑，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表现得很好，我去看看吧。哎呀，真好，就当爸爸了，一儿一女，太好了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点半。